健保部分负担调整修正草案在昨天预告期满，预计7月1号就会正式上路。其中修改的内容包括门诊一般药品的药费负担，基层诊所和地区医院一般是100块以下免收，其余收20%，最高200块钱。而新制规定，区域医院和医学中心药费100元以下收10块。其他则是按照20%收取，上限3000元。急诊的部分，区域医院调整为400元，医学中心则是调整为750元。我是林奕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